整点说，正在说，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移动的都市频道和都市大直播双屏并机直播的融媒体节目整点说。我是主持人徐欢，九点十点为您汇总梳理一上午的最新资讯。此刻整点九点，我们准时进入到此时段的整点说。先来看长春市交通运输局组织全市52户出租汽车企业出资，为全市约30000名驾驶员配备统一着装，解决长期以来驾驶员着装不齐不统一的问题，以提升驾驶员整体形象，从而带动服务质量有所提升，同时制作统一的这个坐垫套，并且规范车容车帽的标准。长春市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督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将于2019年1月1号正式的颁布实施。细则实施之后呢，将规范企业开发行为，防范烂尾工程，同时规范企业销售行为，营造良好的房地产市场环境，并可以保护购房人合法权益，增强购房人的风范意识。再来往下看，省人社厅、省财政厅决定从2019年1月1号开始，将我省省直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福利费提取标准由现行的定额标准调整为比例标准，即按工资总额及退休费用的2%来提取。再来往下看，目前呢，位于自由大陆上的北方市场与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门前的过街天桥的建设已经接近尾声了，预计年末投入使用。现阶段呢，两座天桥的人行天桥主体呢已经基本的安装完毕，现在正在安装雨棚、扶手等附属的设施。再来往下看，多家互联网安全机构发布消息，12月1号前后呢，一种新型的勒索病毒在国内已经开始传播了。该勒索病毒要求受害者使用微信支付，支付赎金。针对这种新型的勒索病毒的攻击，安全专家在此提醒广大用户安全并及时的更新杀毒软件，不要轻易的打开来源不明的软件。如已经感染病毒，可以使用相关的解密工具来尝试解密。好了，以上就是此时段所有的内容，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都市频道的官方微信，各种活动福利不停，欢迎您的参与。融天下整点说，十点呢我们将继续和您相遇。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爸妈的朋友圈，大牛和文婷将和您聊聊现在网络上流传的消息到底是真还是假呢。我们把时间交给他们。